美国国务院颁发今年度国际妇女勇气奖，中国藏族女作家维释是十名得奖女性之一。维释一直在望自看不见的西藏发表诗作和文章，又透过社交网站为藏族人发声，等全世界了解西藏的人权状况。但他目前仍然被中国当局软禁在北京的家，并且拒绝发出护照，令他没办法亲身去华盛顿领奖。去申请护照，他们就给的原因就比较明确，就是说以前都不明确的，现在就是说，他就说不能给你护照。那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是国家安全部的，这样的一个指示，就是说给了你护照的话，你会危害国家安全。虽然他努力得到国际认同，但是在中国仍然能够浏览他的网志，他出版的书亦都被禁售。他说会将奖项献给过去十几年超过100名争取自由而自焚的藏人。他说会继续坚持为改善西藏人权状况发声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郭子宏报道。